大家好，吴亦凡，今天去买了这个汉堡，韩式炸鸡，拉丝热狗棒。这个上面是芝士，下边是香肠。它这个芝士很足，不是太热了，所以就拉不出丝了。我这个是蜂蜜芥末酱，还是辣的汉堡。这个还是酱多一点好吃。
还备了一点凉皮儿。挤了一坨下来，这个芥末酱吃多了，后劲有点辣辣的了，就是芥末的那个呛味儿。还有最后这一块儿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